所以话，边做边那个这个世间，这低到底哦，为什么无法取得？为什么你边有了上者，或为什么你是变那平衡？伊个条件无够，我较歹人，我个素质无够，为咱人呢？为咱人做迄个条件，做迄个素质，那个这个无够，来求到很多心得嘞。所以咱人透过求到很多心得，观一定要接近。虽然无报考，咱个报考都重要嘞。经过修改，变，唔过咱个无修改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呢，那么会员人，会员人一条，会员人可见一条嘛。所以咱等于话，等于就把咱进入到这个本源，都是本源出现先。咱拢预计出来，所以道是本源咯。伊是讲咱人的本源与天来，这是永远拢无落解。请问我是谁？我安对出来？咱是谁？我安对出来？是弟弟妈妈，伊是不出来。可能人啊，本人啊，不是不得上，出生。出生了，这个出生，所以咱人的，咱人的灵性对天来足够到了在，有在概念。咱对对来，对对对，对天天然，对天天地，会用本性来提出来提出。对对来，对对对，我对人来，跟人来，人都对起，安讲对？今日我今日对新人都对起。安全的路呢？点着路走，干么做老师？为什么路唔对啊？所以咱对对来，对对对，对天经来，对天经做对，什么叫天经？啊？什么叫天经？经啊，叫天经，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叫天经。所以，咱讲经啊，天经。哦，科，所以人开始做天，这份天河呢，这份上在金，天河呢，这份上在金，所以伊呢上金，伊不多交流，伊不多交流就好，越多谈越好，就关越多，伊收获金哦。如果咱慢慢多啊，失去了一金，咱人愈来愈变，失去一份天金。所以对天经呢，各位啊，拜托有一份天经，所以贵人是过平分分的上。你打破我怎样？你这个还在？说我吧，说。说我有点没有，滑下来。说我怀金，那头这里面翻翻呢？咱人愈来愈少，咱人愈少愈来愈少，叫叫少，少叫清净，少叫清净啊！还的拢倒倒有滴了，到尾咱愈清净，到尾要恢复到清净，就是少清净。咱人爱愈来愈朴素，愈朴素，愈朴素的咱愈接近迄个净。所以对天经来回天经地，回天本是来来去。我从遐来，我等下底下做出来。但是你现在我不要紧，我现在我直接说，我对对来，我对对对面做出来的呀。你现在开始来讲条件，讲条件。比如咱平时本来咯，本来的，把迄个天，把天和父啊，迄个经啊，放起来。所以讲，有啥物失去地位，失去头壳，行出来老大人，伊行出来，啥物我都做得来，有啥物？啊，老人啊，伊失病，伊对因刀行出去，我唔知做得来，叫做啥？叫做失病，伊去的是去伊本来路，还那个，所以伊回不了家。所以咱尽量不要做这样的，咱尽量不要做，为什么？伊失去了，
咱今仔嘛同款，咱今仔要花些多钱个代志，不过我买是本来咯，本来就好。天一条路，我唔知做啥物，所以今仔透过求着耶稣基督这一条这个题目，咱知影咱要花天一条路，来到这个世间，我爱是一条路。请问多少经过修修过咱高点？这多人爱看别个咁多病，所以多人透过修、透过报的，伊福气会好。所以人生，咱知影是条花天的路，但是佮透过修，未来这条路才好行。这多少钱？所以人生到尾百岁年老，这个咪人生要转到底，前景性命大事。变老，来到世间。我发变换的，实际换的，到尾一切拢放下，拢放下啊！但是这点要求要几多？这点要求我要怎么做？这条路是咱要行的，别人要替咱行的。我要变变路，老表老表，先生先生的路，老公老公的路，个人行是，个人有条路爱行的，就是啊，这条要回的天的。那个鬼人呢？伊知影你花有出现的，一只鱼啊，一只鱼啊，伊到大只了，伊知影要倒转到出生的所在。我有经过偌艰苦、偌困难、偌危险，伊感觉要倒到出生的，一花鱼就知影。咱今日先讲到，到到黄昏的时阵，到到黄昏的时阵，鱼鸟翻巢，也难了。但你不归食苦果，为何你人啊？你偏要做这个？到黄昏的时阵，叫我用来怎？到黄昏的时阵，人家开始吃饭，啥样子？叫我啥子？以前要怎啊休息？到黄昏的时阵，伊透过什么途径？唔过到黄昏的时阵，以前人怎啊休息呢？唔过难题，伊。对八鬼，伊要对人，要转到八鬼三十条路，才敢转。动不动三伊要转，为什么讲咱愚人啊？咱离开上天老母老万鬼，为什么就去不到转？为什么就去老万鬼不到转？心内上伤心。咱年纪人老公，咱年纪人老公做去拢无转来，心内上伤心。背负上雄心，恁的精神，你恁上天老母老的鬼，什么人上雄心？哦，老母的。恁上天老母上雄心，所以恁，好像上条路，所以只能讲白龙江多开班，白龙江三栋，白龙江要。今上天大开普渡，多开班啊！好像多门大开派，有缘人啊！今天人是上天大开波多，这个恁肯定叫几个人都进来。哎，那门口也是窗啊，先两块多。所以今天大开波多都唔大开，有点怪怪。上天要算供养，变化西山岛要算什么？算你花归还，算还钱，叫算公共建设，国家的供养。但是，别老提要选什么，要选省的，要选省份的。所以，别用你要回家，到这个时阵就是哪，咱别用你要转的时阵，上天降到的哪，降一条路要给你做转。所以这回，咱来，这回咱来转的。这回若无转的，还得咱老母，十二万九千六百，你也是。所以这题是做啥？这题叫做关键，关系到咱的生死大事。所以这回咱来把握这个，把握这个好的时机啊！一定不容易，要回家。所以回来是平平安安，人拢可以回来。像嘛，每一天到那个聚会，什么人都。哦，真大专啊！课大学。啊，你都听听。所以大学里头是当中有几多人啊？要
要调台大，要调正台、清台、后台，拢平定，平定的。你是讲，咱现在去要转多少天，要回天，大家拢平，你教我，大家拢我，拢可以回天。但是你要调天，该来泡面，该来有本的本事。要调台大，可能有本事，可能有泡面。要调台大，大家平定，有无？要查正台人嘛平定，但是到时可是可怜，看个人拍命，看个人本事。所以规天的标，规天是平定的标件是看个人本事，看个人拍命。这个伊上天可能是平定，人嘛拢可以平定。唔过这地地就多，下多少少，咱家己有拍命，咱有下功夫无？咱有认真无？我家己安尼，那个是在乎引进人安怎？修炼在个人，上天赐予咱的刀、兵刃，但是要转去看个人，看个人。所以说，讲风险与输赢，干枯个人。修到风险，为天你活，为天你这个条件，老师给你听，但是个人干枯个人，看个人。啊，先归来安怎？个人成功。你过这个生死苦海，看过来清风，看过来，不是上天伊个，不是上天伊个那么大，上天是咱智慧。那么世俗讲，我变卖是唯一一条回家的路。请问，我把咱变成安怎？我把咱变成安怎？唯一条路安怎？我爱命啊！对生命到命啊，这条路我还是无爱，我还是无平安，还能更好生，当然。所以，这条路我平安是唯一条要登顶的条路，很难的。回天的条件不是啥物？回天的条件不是啥物？我要登到我世间处、世俗的处，我就爱平安。咱若无平安，叫回天的条。啊，那呢？要回天的条件又是啥物？咱老师讲开悟的条件。第一个呐，觉性；第二，戒律；第三，信念；第四，八道；第五，愿。